立起来，让你立起来，立起来打晕了好吃，你知不知道？打晕了才好吃，你知不知道？又崩眼，不建议你打晕，因为它老会崩你的眼。嗯，怪不得它外头有大米哎。嗯，你看，只不过是大米，好像还没有长成熟。咱们继续下，对屏幕点两下，简简单单来上个小锅，好像油不太温，温度不太够。有人会说傻子，这种是土豪，这个傻子叫土鳖，你知道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没了。不，醋，醋来点，反正煮一煮啊，我就那个什么了。哎呀，料酒也没了，今天这没气了，是不是？要断气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把这水，嘿。我还能跟你要个双击吗？要是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就给你要个双击，给一个行不行？给，哎呀，还是整它。啊、哦，那大扇贝，哎呀，这个壳子不舍得扔掉。哥可要扇贝，是不是？放大的扇贝，来吧！喜不喜欢吃扇贝？喜欢吃扇贝，给我双击！这一小锅够我吃了。先整一个小青龙，一。虽然它小，但是它好吃。没拽出来，哎呦，还是这种东西最过瘾，有没有吃得到？给个双击行不行？给一个啊，别那么小气。又到激动人心的时候。哎呀，蟹子，说它肥吧，它可能也肥；说它不肥吧，它可能也不肥。它到底肥不肥？你看就明白。这个先留着。蟹，把它这个蟹鳃一定要去掉，你知道吧？它跟那个鱼鳃是一个鬼镜头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是嘴，给它去掉。所以说吃蟹不是说拿起来就夸嗒夸嗒三口两口就给它干了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吃蟹要温柔，你知道吧？像我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说好的温柔呢？也没温柔。海螺，这，看到吧？吃东西要会吃，不是瞎吃。然后，这东西小孩子吃一个，尝尝味道就可以了。什么孕妇啊、产妇啊，别吃，知道吧？良心太大，知道吧？你肯定不知道。你要知道的话，你就会给我生气了。配大蒜吃，好吃，生气呗。